咁除咗一個喺外表上嘅增值之外啦，有冇啲係技能上或者內在嘅增值呢？其實好多同學仔都會揾我哋借錢去學車啦、考車牌啦，咁佢哋覺得而家讀緊書嘅時候去考車牌，咁時間上啊都會多過佢係出嚟做嘢嘅時候先去考。係啊，同學仔有一技傍身，對佢哋將來喺唔同領域嘅發展都會有幫助㗎。冇錯啊，同學仔可以考慮利用呢幾年時間去規劃佢哋嘅未來。